发生什么啊？为什么顾川这样子？怎么了？总经理说我文件放的角度不对，干扰到他办公的动线和效率，要我以后送文件单两脚继续量。上礼拜总经理问我们两个业务部陈经理的电话。 不是妙内没有背下来，他就透过大化工，为什么没有背下来？从此之后，总经理都不叫我名字，改叫我金鱼一号。我是金鱼二号。所以总经理喊我玛丽亚会比较好。好难听哦，好惨哦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扣过来怎么了？大家怎么都一脸垂头丧气的？副总。 我们是，感谢有总经理的照顾，我的伤已经没什么大碍，感冒也好了。等一下，总经理照顾你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刚好周年庆的筹备工作也快告一段落了，最近不要太勉强自己哦。好，谢谢姐的关心。可是我刚才就想问，今天公司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？ 职员姚顺宇因意外卷入这次乌龙绑架事件，他勇敢无畏，牺牲自我的精神令人动容，特此给予奖励。你说的那个顺顺顺利利的那个啊，让我帮你把。总经理亲自颁奖了！耶！颁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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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拍照干嘛那么严肃，那么自信呢？表达感谢应该要更有诚意一点嘛！啊，拥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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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弟弟，总经理在张开双手，赶紧上前呀！拥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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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拥抱！